它是生命，照顾一个生命，你就开始承担责任。近年来，数位板和电脑作画很流行，就跟着学了学。闲暇无事的时候，带着平板练习一下，可以保持作画手感。我不希望让这种技巧堆砌的画作来影响你，再好的画技也比不过内心的感触，它属于你，最好的它应该出自你笔下，你陪伴它，喜爱它，只有你笔下的它才真实有灵性。